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迪丽热巴、肖战荣登中国新青年榜单，成就备受关注。据中国网1月29日报道，在新时代的征程中，青年一代始终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生力军。站在2024年的新起点上，回顾2023年，两大关键词躺平和内卷热议不断，反映出当代青年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为了发掘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中的优秀新青年，弘扬正能量，提高社会对青年一代的信心和信任，鼓励他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激发他们在个人事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进取精神，我们急需树立新一代青年楷模。在这样的背景下，2023年时大新青年评选活动应运而生。该活动旨在表扬22岁至45岁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卓越，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新青年，以激励更多青年积极投身社会服务，共同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本次评选涵盖了文化、经济、科技、教育、体育、演艺等领域，旨在全面展示新青年的风采。2024年1月29日，中国网揭晓了中国2023年时大新青年，他们分别是蔡磊、迪丽热巴、董宇辉、肖战、姚尚坤、苏炳添、陈丽君、姚颂、倪海山、王亚平。这些新青年的成功故事将作为现代青年的学习典范，激发广大青年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唤起社会更多关注，共同树立新一代青年楷模。据了解，2023年度十大新青年由公众线上投票和专家线下评审相结合的评选方式选出，评审委员均为各专业领域的翘楚，具有高度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保证了评选过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这些新青年在科技、企业、创业及经济发展、体育技艺、文化及艺术、儿童、性别及人权关怀等各种领域脱颖而出，充分展示了新时代青年的风采。中国2023年十大新青年评选活动树立了新时期的青年楷模，激发了广大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期待更多新青年在社会各领域的奋发向前，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新时代的征程中，青年一代始终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生力军，肩负着民族复兴的重任。有理由相信，在新一代青年楷模的引领下，广大青年将勇往直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在现代娱乐圈中，维系卓越的个人形象和显著的才华对于艺人的成功至关重要。最新一期中国网刊登了2023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的名单，其中肖战和迪丽热巴的名字显眼在列。这不仅是对他们过去一年辛勤努力的肯定，也预示着他们在未来娱乐领域将迎来更为光明的前景。肖战作为当代青年的杰出代表，以独特的魅力和卓越才华树立了众多人心中的楷模。过去的一年对于肖战而言堪称丰收之年，他不仅成功出演了三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尤其是《梦中的那片海》在播出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和好评。该剧不仅展现了肖战出色的演技，更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内涵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在商业领域，肖战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多个高端品牌的代言人，他的形象和影响力早已超越国界，走向全球。与肖战相似，迪丽热巴也在过去一年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杰出代表，她的成就更是具有非凡意义。迪丽热巴凭借在电视剧中卓越的表现，成为唯一一位同时获得三项主要电视剧奖项提名的女演员。这不仅是对她演技的肯定，更是对她辛勤努力和卓越才华的认可。迪丽热巴用自身实力向世人证明，无论背景如何，只要具备才华和努力，就能够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肖战和迪丽热巴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绝非偶然。他们坚持对艺术的热情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使其在充满竞争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肖战通过在演技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和突破，使得他在每一部作品中都呈现出独特的亮点。与此同时，迪丽热巴凭借才华和不懈努力，持续挑战自我，超越自身局限，成为备受认可的演技派女星。这种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对当代年轻人的一种鼓励。肖战和迪丽热巴以实际行动向每个人传递着一个明确的信息，只要坚守自我，敢于追求梦想，就有可能实现个人价值，为社会注入正能量。
他们的故事已经成为无数年轻人心中的楷模和激励源。在2023年，肖战和迪丽热巴的表现无疑是引人注目的。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的卓越表现，还是在公众形象上的积极引导，都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风采。期盼未来，他们能够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积极的影响，为中国电影和电视剧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希望他们的经历能够激励更多年轻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年轻就应该怀揣梦想，有了梦想就要坚定追逐。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近日，中国十大新青年榜单揭晓，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迪丽热巴和肖战成功入选，这一消息让我们感到无比振奋和骄傲，也让我们更加敬佩和钦佩这两位杰出的艺人。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迪丽热巴。作为一名出色的演员和艺人，迪丽热巴以其优秀的表演技艺和独特的魅力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她不仅在影视剧领域有着亮眼的表现，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展现了她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形象。她的入选是对她多年来努力和付出的最好肯定，也是对她在演艺事业中取得的突出成就的认可。接下来，让我们再来说说肖战。作为一名备受瞩目的新生代艺人，肖战以其深厚的表演功底和出色的音乐才华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他不仅在影视剧和音乐作品中有着突出的表现，还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的入选是对他多年来不懈努力和专业精神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在演艺道路上取得的骄人成绩的认可。我相信迪丽热巴和肖战的入选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荣誉，更是对中国影视娱乐界的一种认可和肯定。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为中国影视娱乐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活力，也为年轻一代树立了典范和榜样。最后，让我们共同祝贺迪丽热巴和肖战的入选，并期待着他们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愿他们继续保持初心，不忘初心，为中国影视娱乐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